请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甜蜜。我们不能在现场看到热情的激吻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互相的传递之间拍戏手非常帅的默契，真爱现现在黄色的。好，就你了，就是你们欢迎，预备开始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九秒六，好，谢谢你。九秒六，来，下一组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，掉下去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来下一个啊。你要说他什么？啊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，好好好。啊，好好好，几秒？十秒，好好，十秒。要吃口。有炸气，好来。预备，开始！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笑吗？快点，有礼物，有礼物。有礼物，有礼物啊！有礼物，有礼物。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好认真，好认真，好好。十九秒，你都超过十八秒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微微跟我们的粉丝朋友。来来来，传三个哦，嗯，好，准备哦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好好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擦眼睛哦。好，三个耶，时间到，十一秒九，陈经理，你上第一耶，怀秋，记录是几秒？九秒。九秒，对，撤，哎，不要抽到那个，不要大言不惭，抽太快。好，准备喽，你要请他传给你嘛，对不对？怀旧藏在管子里的感觉，好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完了，我真的回头。哎哎，好，继续继续，好继续，好继续，好，不要停，好好，停，知道，十三秒七哦，哎呀。好，最后得到冠军的是我们的陈婷婷，我们的粉丝朋友。三二一，大合照来一个开心点，三二一耶，来三二一。好，谢谢谢谢粉丝朋友，来再花一点时间为自己新戏即将上档，再跟大家做一次推荐好不好？婷婷开始来。好，其实，在第一次看到我们预告是五分钟的预告，然后那时候看完预告，我自己心情还蛮感动的，然后觉得还蛮惆怅的。是，但是这一次重新看了我们十五分钟比较完整版的预告之后，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轻松的喜剧片，反而就不会像之前第一次给我的感受这么的荡，然后会觉得哎，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部《真爱现现在》是一个会让你又感动，然后让你又难过，但是又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一部片。所以我觉得在三十一号上档的时候，大家真的要锁定三立都会台三十频道《真爱现现在》，在晚上九点的时候。是，好，来吴以威。首先，播的时候我不管你在哪里，一定要在电视前面看。九点的时候，我不管谁在看电视，你一定要跟爸妈、妈妈、爷爷、爸妈、爸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妹妹、弟弟，不管，把那个遥控器抢过来说，我要看《真爱现现在》，趁现在，趁现在 ，OK。然后，其实这部戏啊，因为今年是2012嘛，所以呢，就是听说也会世界末日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部戏会教你。要为了真爱，要怎么要怎么会怎么珍惜每一刻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静静锁定，然后会跟我们一起欣赏这部很完美的一部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余威，刘志宏，就是请大家回到家呢，在第一集的时候一定要打开来看，三十一号晚上，我相信你只要看了以后，你会一直欲罢不能的往下看，相信我真的。真的哦，你们真正的爱上这一部电视剧。来，乖乖。希望大家从三十一号开始，然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能够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会努力好好的演的。谢谢。是。
记得我们会期待大家演出来，马娇。好的，我觉得现在看到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所有的朋友们都还是能够支持《真爱趁现在》，然后如果晚上每天九点的话，夜之机家里有几个就打开几个。啊，这样收视率不算是不是？还是算高？对不起，好，反正还是要支持。嗯，好，不管如何，就从后天开始，请大家加紧收看现场所有粉丝朋友，让我们用一次心甘屋顶的尖叫声为今天的记者会做结束。三二一，尖叫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移到背板的地方，继续是这个媒体的采访。